你是不是当幸福？买阮总裁讲了才有准守。我跟你讲啊，乌贼哦，只有踮我家才会当发挥伊上大的力量。哼，迄朱丽萍根本就无好啊发挥乌贼通天的本领。伊若真正有良心，嘛会替家己感觉唔甘愿的。原来你对乌贼了解有遐尼大的创哦。其实乌贼本领哦。那是用在做人做事，是会当累积少济少济福德，福德才是帮助修道上大的力量。你要换一个角度想看卖，用福德引导这个世间，利益众生。我啦，你是吃毒药还是讲到未输？你话了解乌贼款，啊，朱丽萍平常时，拢在甲你讲这寡话无哟？讲到你捌咯，喙手就拍个。哎呀，江多贤，我的八字你写唔对啊，我是古历老的生，唔是虚位。你唔写我啦，你写。会当跟你讨论乌贼啦，还够有相？敢讲你唔知影？能用阿瓦拉的身份来创天瓜？干咩？那有特别拢是你去人问，特别拢是你赢的道理。阮敢袂用摕你的头来割你的饼？想要伤害我的心，先给我一拳！你干了啥？我口渴，卖个小想要抓超越，来施展助魂术。助理。我用心准备的大衣还没正式上台，你确定你现在要离开？阿哥，冯彩霞，你是头壳破一空哦？你要去找江多生问超越下路，安尼唔就等于是扯鬼听药单，送肉入虎嘴啊？安尼拄好，互伊抓起来，利用你的性命安全来威胁文瑶，逼咱大家接受伊的条件。我看，咱是想要试探什么消息，还是我来去较妥当啦？你是在想啥？你袂记啊？你是阮哥卖后生的，万一江老生发现，你嘛有危险呢。袂用啦，我袂让人去冒险。文瑶是的啦，是我讲话讲伤紧啦。我知影你是为了我的安全在设想，请你莫生气，好不？奇怪，陈东俊是什么时阵出现伫个家呀？多伫个户政事务所嘛，无看到啦。而且陈文瑶，那也叫人关心伊啊？我感觉怪怪。你敢会想伤多啊？人兄弟嘞，人之间感情遐尼好，管你什么地带啊？我看继续守伫遮哦，嘛无啥路用啊！赶紧来转啦，较免去让陈东生发现。对，不然查到陈东俊前几工啊已经离开台湾，到今嘛还未查到伊入境的资料。啊，你意思就是陈东俊即摆人伫国外？这个表示啊，这陈东俊是假，只啊甲总裁讲的同款。这陈长胜真正有唱好不？哎，问题哦，就伫个这陈东俊的身上。干咩？我得开始消息唔对啊！小弟结婚，啊，陈东俊做哪样兄的？哪有可能无我都转来参加婚礼？这唔就是奇怪？这么简单，派人去试探看卖，就知影这陈东俊是真的还是假的。
你这是讲啥啊？啊，你敢不知因对我印象就歹的呢？我现在唔出声。莫啰嗦啦，啊叫你去就去啦。啊是讲，你无爱摕到总裁给你妈的解药。何瑞安，你是来这创啊？我本来想讲来这送陈文瑶一个结婚大礼啊，谁知影无看到新娘人呢？敢毋是新娘落跑？你瞎讲啥嘿？本来我才会做这款代志的人啦，而且是去岸边我甲偷带走，今麦才来这来过身过档，要问东问西。我感觉陈东俊怪怪安尼，我想要甲找倒转去，互江都先生询问一下。我是无可能让你把我带走的，你别笑想啊！陈东俊真正有问题，赶紧起来！是。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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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哎，你们收着！哎，阿明，主下，不要，你们收，不要！哎，我没叫你继续开，你停了要送啊？安定啦。超越小姐，真地了工啊！哎，我拢封闭的啦。哎，少年的啊，我看你唔那目睭火气，而且阁有痴呆症哦。我是陈东俊的。你敢要看麦？你今麦写真啥物款？超越小姐，你是不是忘记你阿公是谁啊？总裁绝对有法度的啦，恁做些有诶无诶的代志，拢互阮总裁看破卡手。你要揍我老家！超越小姐，对不住啊！你敢放开？放开啊！哎，放手！你放手啊！总裁，你真正是了事如神，未随老皮温转世。迄个陈长胜真正有头唱歌。伊把江超越哦变作是陈东俊的模样，阿哥，我看破他去，这位人我嘛已经抓到了。哪位啊？你代志处理也袂歹，阿我查某孙子这帮人对不对？个镜头哦，少爷，少爷，啊，我这摆哦，才有一个贵宾哦，想要看一下。是，总裁。啊？阿公，你真正是无有意安尼。我爸用野性命，想要把你的良心换回来，你可能是不了工。你给我填去，我演团就是和陈忠信、朱丽萍，还有万新民这些人煽动，才白白牺牲的。这条蛇，我一定要找因哦，一条一条拖回来。超越你别惊，我一定想办法去救你。妈，妈，我一定会带恁过来的。江德贤，你莫想讲我无你的份，我今嘛都想收掉你这老妖头，卡要你夹着超越伊一支头毛。你既然把鬼爷金公主藏在心上，哥，超越伫什么所在？我就偏偏不爱跟你讲，看你是会当安怎？你就是自找死咯！看招！哎呀，等下讲个上计啊！靠，靠皮皮，竟然用伊言欢雅之术！给通知中心。真正我妈讲对啊，你想要挃我的命，
进行做婚事，好代替你失去的婚。你哪会当这么自私？你哪会当这么无魂无目屎？那是你讲话的。你让我再一次失去你的老爸，那是我的孤儿呢。虽然说哦，你有我的那边，啊，不过我早就无认你这个孙啊。我即马只是把属于我的物件提倒转来尔，系天公地道的啦。陈秋雨这款侥幸失德，逆天改命。完全无带人亲情的人，阁好意思讲啥物天公地道，真正是笑话来做。就计想袂好啦，飞弟哦，你就干阿即马会当命啊？总裁，你老皮回来呢？有要紧无？侬已经剩最后一口气啊，搁要继续作乱？阮爸就是因为你做的个，介绍把你的性命弄变，结果你还是赶快进来帮我。是的，是的，我这摆身上哦，确实剩一条魂啦。不过，并不是无阿多做法，只是哦，会小可伤一下身体。但哦，我把你的魂魄收回来，有我所用。虽然讲无多恢复正常功能，啊，不过至少也有六七成啊，我也是较接命。根本就是周慧玲嘛！我跟你讲啊，就算讲今仔日我死你家，我爷爷嘛绝对袂予你有机会，替我回去养。总裁，你有要紧无？我袂要紧，我阁紧会条的。你看，你一用法术，不是流鼻血，就是吐血。你敢要继续做法？你莫在讲迄有诶无诶啦！你少少讲拖时间，让陈文瑶会回来救你是无？我来讲啊，迄阵人已经互我用调虎离山，来走倒去啊！你也是好啊，认命，好啊吼，把你诶魂收过来。我甲你讲啦，下去要听收起的，不是我，是你的救兵啊！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咧甲你讲过啊，叫你卖嫁予迄个短命鬼陈文瑶，你就不爱甲我殉道。即摆我咧算算咧，你迄短命翁应该行入去。我爱死的所在啊！你对我要做了啥？你对我要做了啥？你竟敢啊！你唔免这样着急啦，回去等一下，你就会当家己去问伊啊。你真想搞我要害死啊！你真想，你哪一道好人对待我鸟？给我做公益性的事干啥？我连你这个孙都不爱提啊，死一个孙囝婿在算啥啦？你的动作你是最后一届，友好我这个阿公，让我好好啊，把你的魂收入来这八卦镜里面，安尼我就当开始做魂术啦。